婆把你的公孙师姐安然无恙地带回来了。谢谢，幸好有你在。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公孙师姐，你能平安回来实在太好了。南宫玉庆呢？他死了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和他被风雷蛟龙追杀，他便放弃杀我独自逃走了。哼，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他。此次遭遇三阶渡劫期的风雷蛟龙，足以看出葬身深渊内凶险莫测。首席把你们交给我，我就有责任带你们活着回去。接下来触摸到炼魂境屏障的人只需留在此地闭关，半年左右将会全部晋升炼魂境一重。我和梦毅、紫嫣主动出击灭杀敌人，待永恒仙宗和神魂仙宫的人被我们杀得所剩无几，我再回来召集大家一起前往葬身深渊。这段时间你们务必保护好闭关同门，确保他们多数人成功晋升炼魂境一重。韩师兄，我们实力最弱了，如何保护他们？你们依托幻阵足以应对那些低阶妖兽，至于永恒仙宗和神魂仙宫，一旦我和梦毅、紫嫣大范围杀掉他们的人，就能吸引到他们的注意，他们急于查清原因，就顾不上来找你们了。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放心，风雷蛟龙都不是大头的对手，有他保护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你现在只是胎魂境九重，若真想帮我，就好好修炼我给你的功法，尽快提升。姐夫，试炼区域方圆一千万里，我们去哪找他们？谭云，你是想去葬身深渊入口守株待兔？试炼期限只有一年，时间太短，多数人都不想因为闭关和其他琐事错失进入葬身深渊的机会。永恒仙宗和神魂仙宫想将我们赶尽杀绝，我推断他们会派人守在葬身深渊入口以逸待劳，截杀我宗想进入葬神深渊的弟子。我们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。对，我们直接去葬神深渊入口把潜藏的敌人引出来全杀了，然后我们守住入口，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杀多少。玉庆，我刚才的提议。如烟少主，本圣女再提醒你一句，不要直呼我的名字。
试炼结束，我父亲就会去神魂仙宫和南宫圣朝提亲，待本少主娶了你，看你还能有多清高。假以时日，神魂仙宫和南宫圣朝都是我如烟尘的。圣女，方才我提议和你一起前往葬身深渊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些累，哪儿都不想去，你请回吧。既然圣女身体不适，本少主就不打扰了。改日再来拜访，望圣女多保重身体。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